好，我是 BJ48 Team J 的蓝浩。又到了一年一度陆总选证件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一年过的是我这21年以来特别充实的一年，感觉每天就算是没有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心里也是特别充实的。关于总选的目标的话，我就是希望尽大家自己的能力就好了，然后我也希望自己能比去年有进步吧，就是我从来都不会后悔加入 BJ48， 因为有你们，因为你们带给了我就是别人带给不了我的体验，带给不了我的一种心情。希望大家呢也能向我学习，是吧？每天开心心的，能从我身上得到那些就是乐观的、向上的、积极的东西，我觉得就已经足够了。最后就是还是要说非常非常感谢你们，感谢每一个喜欢过我、支持过我的人。今天其实我要 freestyle 一下，但是我没发现前面那两位都没准备稿子，然后我以为就是今天只有我一个人没准备稿子，然后有点方，但是我准备了一张很高大上的手卡，就像之前那个什么电视上那个主持人，然后哎呀说一下，然后一飞，可能到最后我就直接飞手卡了，然后不知道下面哪位幸运的粉丝可以得到我的手卡啊。有点尴尬，其实今天我就是来拉个票的，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这个人吧一直就是都没脸没皮的，跟大家就是台上台下都一样，就是嘻嘻哈哈，没什么正形。然后今天想说的也不会特别正经，就是想跟大家唠个家常。然后之前我这个证件啊，我为什么刚刚站在前面看，因为我录完之后就一次都没看过，没骗大家。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可能说的，因为我在录的时候声音有点抖，我不知道大家听的话能不能听出来啊，就是当时有就是有点情绪可能不是很高。然后那天很晚了录的这个证件，然后哥哥说你一定要说你自己的目标，你一定要说名次，然后我的情况大家也都能看见。然后握手会的时候我也跟来握我的朋友就是提过，就是我不希望大家这次给我投票。当然如果你们就是觉得你们想给我投，我肯定拦不住，是吧？不是认真的，认真的，我真的不希望你们给我投票，因为我觉得这个总选是对那些可以进圈的成员们就是有意义，然后像我吧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呢我也不希望大家浪费这个钱，就是大家喜欢我就好了，我也喜欢大家。然后大家呢能在握手会上来找我聊聊天，是吧？然后那个就是前阵子那个手机丢了啊，那个微博当然找回来了，就是马上回去会上，一直也没看大家给我的私信，真的挺不好意思的，也不是有意怠慢大家。我昨天前天才放假，然后今天可能有一些粉丝看见了，就是公演开场之后我才跑过来，因为就是今天一整天都在搬宿舍，就是反正挺忙的，因为包括我这个专业，我这个学校，其实当时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记得啊，夸下海口，我就说那个我是北京的，家里在北京，学校在北京，然后两边肯定能兼顾得上，但是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我自己特别佩服那些能兼顾学业跟这边的前辈还有后辈，就是真的很佩服他们，因为真的很不容易，两边真的特别累。然后我的原因就是我是为什么，一个是我们队有一个就是要学这个新的原创，如果要是保证一个原创它的那个质量非常高的话，就必须每一次排练都要在跟大家一起合练，保证每一次的默契度。但是我自己达不到这个目标，跟不上大家的进度，我也不想拖大家的后腿，所以我就是主动在就是还没有教舞的时候，我就跟我们队的舞蹈老师说，我说老师不要留我的位置了，我可能就是真的保证不了每一次排练都会在。其实
我当时做这个决定其实内心也很纠结，我跟成员就是跟罗塞他们有说过，然后也给我爸妈打过电话说过自己的这个情况，然后我爸妈其实也是，他们一开始觉得我可以兼顾好两边，相信我这个实力，但是我觉得一方面是我真的很舍不得，很舍不得大家，很舍不得在舞台上把自己最好的样子展现给大家看，还有一个就是舍不得，就是之前对我有特别有自信，觉得我可以照顾好两边的朋友亲人，就是觉得真的感觉自己也很无能为力，也很无奈。因为我碰到了一个，我们院长不看这个啊，我们院长不知道，我碰见了一个特别凶巴巴的院长，就是能力，就是他能力肯定是特别强，但是他上他的课，因为他的课一周我们有两天都是他的课，而且卡的时间特别奇怪，就是周一周三这样，然后中间要是回来的话就是跟大家也跟不上，就是时间对不上，每堂课必点名，只要被点一次从此以后盯上你之后你的平时成绩就是零分。然后我可能就是有点害怕他，因为我本来是休学一年嘛，我休学一年本来就是班里的这个突出分子了，再加上长得可能比别人都好看一点，然后哎，你们有没有觉得我那个证件比去年好看多了？我真的，我刚刚我本来就想站着看一下的，然后后来我瞥到自己的那一幕，然后我被惊艳到了，然后我就赶紧过来看。说那个开个玩笑啊，其实就是还是希望大家，如果哦明天或者会在啊，有什么想跟我说什么话的，就明天过来找我玩。然后上海的话呢，就是有缘大家也可以一块儿，就是去上海的朋友呢记得来找我啊，可能以后就是只参加个握手会什么的了。当然如果我们队要出了下一套原创，我应该是会在的，因为我估计这个原创怎么着也得跳一年吧，然后明年这个时候我应该课也不是很多了。哎，就是说一个真的心里话啊，如果拉票公演也可以像生日公演那样各家就是发个什么袋子的话，我希望我的应援会不要准备什么也零食啊饮料啊，就是那么破费啊，就是里面给我印一个那什么我的那个支付宝二维码。你们不要给我投票，真的，你们投完了我就进不了圈，然后那个钱就公司拿走了，我手里一分钱都没有的。不如直播那个什么还能整点是吧？然后那个然后就是你们可以在那个扫一扫啊，拿出手机扫一扫书上你们心仪的数字乘以10。完了，我这好容易来一趟，可能又要被扣钱。反正怎么跟，就是我觉得，哎，正经一点。我真的真的真的已经就是走到这儿，从去年3月11号我入住的生活中心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快一年半了，我真的从来不后悔加入这个团体，就比如遇到了段奕璇前辈嘛，就是实现了自己多年以来的愿望，然后不仅遇见了他，我还跟他牵过手，吃过火锅，压过马路。哦，那个什么，就是，还有我们勾队的前辈啊，就是不敢把他们落下，不然回去被群殴我的呀。我们勾队就是，真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以前。大家就是可能觉得勾队啊很闷闷的，然后舞蹈呢也不是特别的那个好，也不是特别整齐，但是我们队的每一个人真的是都在每天都在想着，比如说这个原创虽然我没有参加，但是我听老葛跟我说过，就是大家每一个细节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的在抠，真的，包括服装啊，包括灯光啊，包括什么就是乱七八糟的，每一个可能就是全心全意地投入到这个新公演的这个创作当中，
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自己填词的，虽然我不知道哪首歌啊。然后真的我们队的前辈一个个都特别有才，而且最重要的我觉得就是能很快的，就是我身为一个后辈，我加入这个队晚，但是我很快的就能融入到这里面。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队每一个前辈都就是哎怎么说，都是特别的接地气啊，接地，就当然没不像我这种那什么这种没脸没皮的接地气啊，就是会把我们刚就是进入这个队的后辈当做自己人，就很快大家就融为一体了。真的，我们队之间没有就是任何的隔阂，前后辈之间。哎，当然我也没有说别的意思啊，我就想说我们队啊，别的队情况我也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那个，你接着说，我该说什么呢？哎，我真的，反正就是怎么说，希望能我们队，因为今天是那个我们新公演的首演嘛，我觉得自己不知道这算是荣幸还是什么，就被排到了这一场拉票，但是就自己就仅仅出现这么15分钟，有点尴尬。但是我就是还是秉承着一贯不要脸的这个原则，但是我觉得没什么事啊，就挺。就觉得比如说你看大家看那么多张脸看习惯了，每首歌都有，然后我呢突然出现一张不一样的面孔。我最后哎我还没说为什么没看这个证件，我可能觉得又要被禁言，但我还是想说，因为就是我你们没有发现我其实没在那边说目标，但是当时就是哥哥跟我说你一定要说目标，然后我又不想骗你们，我又不想说哎呀我要取得一个什么样的名次，这样你们就给我投钱去了，结果那个钱也不进我的腰包，我也不想让你们就是也不想让你们那个白白的破费，然后我就说能有进步一点吧，就是其实当时我连这个都不想说，然后一直在说感谢你们的话，我是真的真的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因为我就是遇到了一些可以就是跟以前不一样的人，就可能我觉得你们的身份对于我来说是怎么样的呢，我有什么就是可以比如说我跟某某人就是某某成员再亲密，可能有一些话我还是不好意思跟他说，或者是觉得哎呀怎么怎么样，但是我跟你们就可能有些话就可以说，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啊，就反正就是感觉跟你们一块聊天握手会啊什么直播，以前直播的时候都挺放松的，就很感谢能有缘分遇到你们，不知道你们心里是不是这么想的啊。然后最后我今天也不想说太多，就不想太浪费，因为去年我总想喝了碗豆汁儿，然后那个时间站的有点长，然后最后还导致了我肠胃炎进医院，但是那玩意儿真的壮胆，我今天那个公演之前我问那个哥哥，我说我能喝酒吗，然后不是就是壮胆嘛，酒壮怂人胆嘛，然后哥哥说不行，你要记住你是一个少女偶像，然后就算了，然后导致我这个说话之前真的特别紧张，真的特别紧张，但是我一站到这儿看完我那个证件，我觉得哎还挺好看的，我以为我今天证件又跟去年一样那么丑，哦，我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突然就不紧张了，因为我觉得回去看看录播说不定我站在这儿也挺好看的。最后就是虽然我不为自己拉票，我站在这儿干嘛，不是我就是不为自己拉票，你们别给我投，但是你们要给我们队其他的前辈投，给段奕璇投好吧。我是真的希望那个段奕璇前辈跟我们队的前辈都能取得比去年还要好的成绩，我希望，我就说了，我希望段奕璇能比去年的成绩高，不管是一名两名，只要高就行。然后我们队的前辈进那个 BJ Top 16的也要比去年人数多，然后如果能就是进圈的，有进圈的那是再好不过，但是我相信今年我们队有前辈有这个实力，我也相信你们大家就是会支持我们，好吗？可能今天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啊，但是我觉得是我该说的，可能就staff 觉得我不该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有点口无遮拦，希望大家能多多包涵我啊。就是，行，就这样吧。
谢谢大家。